嘿、hey, 大家好，我是蜜之深。好，今天看到一个名叫 Uncontrollable 无法控制的一个 Flash 小游戏啊，似乎评价不错，我们来试试看。这是一个和按键有关的游戏，所以蜜之深自己弄了一个、对，下面会显示出来。哎啊，这标题画面你也会动啊？是的，我会显示出来我的按键的一个。好啊，对，好像有那个说明，对对对，要先看一下。对，说明，欢迎来到这个制作公司的制作的 Uncontrollable， 是一个简单的平台跳跃游戏。你要去拿球，是的，然后刺儿会杀了你，这也是很正常的。对，这些呢都是可控制的。不可控制的部分呢，是每一关你的按键移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鼠标啊、方向键啊什么啊，然后呢根据关卡的名字呢，你就可以来判断啊应该用什么了。比如说默认的话，它之前那关名字叫默认关啊，而且后面还有这个作弊的小纸条，是啊，你可以考虑一下。好的，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知道了。第一关，普通的变化。是的，我按右的话变左了。我看，果然，那么这样的话是，这样的话呢是全程反过来。以及我是不是不应该把这个，我觉得不应该把这个做成重复出现。稍等。好的，这样一来呢，重复按键就不会刷出来刷屏了。好的，这一关呢叫，哎，现在左右还是反的，但是跳跃键呢，它这边说，空间真是自由啊，所以呢就是按空白键。OK， 以及这边怎么有一个，果然有个东西吧？第一关有没有？有点在意。哎呀，好吧。我反正那个隐藏要素拿到就拿到了，应该是这个倒是挺伤眼睛的。以及这个叫信仰之月，哎啊，这边是改成正确了是吧？那这个信仰之月只有在这，果然在这。好的，我要不要先去看一下第一关？我们看一下第一关有没有。第一关好像没有呀，对吧？第一关是真没有。好的，到了第四关，叫做拖动你自己，那就是用鼠标，果然了，哈哈。OK， 五，这个叫 alternatives， 就是另一种操作方式，那应该就是 WSAD 了。哎 ，A 是跳 ，S 是左。A 是跳 ，W， 哦，这样的话，我把这个键盘横过来，我把键盘横过来，对，也不用横过来，我手横过来不就，我人横过来不就行了？好，对，那么这样一来呢，哎，把这个隐藏给拿到，好的。这一关呢叫，这个熟悉的奇怪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哎，还是这回是 A D S， 好吧？好，拿到。这个挺伤眼睛的。好，我们来玩这个投石机。投石机的话是不是用鼠标拖动？果然，用力过猛。这个你没有上一次的这个，好，这个难了。好，拿到，哎，一次拿到，不错。嘿，这个难了，冲吧！啊，什么 ？No， 不，
好不容易的，以及他这个墙壁会挡住的是吧？那我直接这样不就行？哎，别吓我啊！这个太难选择了。这个太难判断，迷之声这个，这方面不管是视觉啊还是什么呢，都不太擅长。嘿，好好好，总算过了。好的，你可以做到。哎，这个是方向键吗？那是 hold 住吗？你可以做到的。OK。这个，对，啊不，二是重开而已、啊，好吧，我试试在重开的时候能不能拖动，不能。你能做到的，这是什么意思啊？按右键没什么用。哎，按 O 之后往左边了吧？那么和 O 旁边的呢 ？K 键是，哎，果然就是 O 和 K 了。OK， 的话，那么跳跃键是哪个呢？Do it， 逗号，果然 ，O 和 K 和逗号，然后上下是穿的，对吧？哎，这关的隐藏在哪里呢 ？Oh no， 这关有隐藏，看不太出来。好的，好，我凑近看一看有没有隐藏，好像没有。嘿，下来啦。这也是说这里和那里 ，H 和 T 嘛，果然。那么跳跃的话就是七，果然，因为七上面是这个 AND 号嘛。嘿。Oh no， 但是没关系。犹豫了这一下。嘿，好的。是，控制地面比控制这个你的。你自己要强 ，Control 呢？按 Control 不是 Control，Ground。总是按到2键 ，2键是重开。那么控制地面呢？不是鼠标，不是方向键。那只能乱按键了。是的，是逗号和句号，也就是这个，向左的书名号和向右的书名号啊，像是方向一样的这个箭头。OK， 是这样的。好。不要啊！我要进上一关，我明明看见了，我看见那个隐藏的。好，接着来。原来这个颜色是随机的嘛啊。好的，拿到了。OK， 打破墙壁吧。哎，这就是墙壁啊。
打破墙壁之后我就能在中间移动了吗？哦，不应该是这边显示的 V 和 B 和极。嘿，好的，拿到了，耶，喝一杯茶吧，也就是 TEA 了。好像对，只有 T。 这个后面都是自己刷出来的。哦，但我要等后面这个隐藏，对吧？你又来啦，我就不作死了。好的，谁会赢下这一局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谁会赢下这个游戏？哎 ，ME GA M 和 E 问号呢？不是问号，没有跳跃键吗？啊，就是一路走一走这样。哎，我怎么飞升了？哎，出 bug 了。为什么这样的游戏都能出 bug？ 我哎，居然刚刚怪我没按到底。嘿，之前那个 bug 太诡异了。以及这关真没有隐藏，好吧。嗯，我在哪里见过这个呢？ S E E N S A 啊，又是 W S A 了。哎，对啊，这关不是见过吗？但好像和这个操作是不同。嗯，亚原子级的这个威力，这为什么这么物理？为什么这么玄学？啊，这怎么回事啊？亚原子级的，哎 ，E， 哦 ，E 是电子吗？还有 P， 对 ，P 是那个质子，都是那个嘛。然后还有中子，对 ，N。N 是中子 ，P 是质子，没记错吧 ？E 是电子，好的 ，Electron, Proton, and Neutron， 嘿，嘿，嘿，这是什么？同位素 H 的同位素，氢的同位素，这不是撇刀穿吗？撇刀穿，英文怎么说 ？P。D C 哎，穿 T 啊，好好好啊，错键，撇刀穿，我来了。中间出现一个 H， 这根本就是误导你的嘛。哦，现在你应该什么键都试过了，没错吧？这话什么意思啊？哟 ，Right， 现在你应该你。一定是每一个键都用过了吧？这个，那就是用鼠标了。哎，不是用鼠标吗？这个，那我只能连滚键盘了。什？发生什么了？发生什么了？哦，我要研究一下，我要研究一下。这个连滚键盘 Shift， 哦，我知道了，真的是要你把这个键盘上的键全都按过一遍就自动瞬移过去了。原来真是这样，你不能移动，那么这个可以移动，嘿嘿，好吧，你看，而且它也不怕刺儿，哎 ，You， 慌，哎，
这个是打开你按方向键的开关。啊、哦，我知道了。按键的时候呢，就是让它不停的属于按键的状态，明白了。所以要停下的话，要赞一下右键。什么？没，我没控制好。不，让我冷静一下，让我冷静一下。嘿，看来这个下来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停一下。嘿，应该先不跳。哦，这个没想到。在这种地方，是哎，我这次做的很不错的，我觉得蛮有希望的。嘿 ，no， 按早了。嘿，你看我跳上去的时候还没事的。哦，对了。忘了，不能只是按一下，要按两下。这个地方就比较恶心了。当然了，右边这个拿到就没事了。好难啊！好，拿到了，没关系，这边重新下来就可以了。哦，好难，看来这个跳跃键还是应该。什么？不，好难改变这个习惯。关键是他这个判定呢，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刺儿我估计也是按照这个方块来做的，所以呢，你起跳的时候，好的，啊，好。总是容易紧张，不怕不怕，已经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是吧？就是这个样子，没错。20，type your way to victory， 打字打出胜利。哎，哦，估计是这样 ，right？ 哎。哦，二键是重开嘛，对不对？所以不行。Left 呢？但肯定是和方向有关的。但是我刚刚这个，哎 ，up 真的可以。如果 up 可以的话，就是，但是 left 没有呀，有上有下。前后，但是前也是有 R 的呀 ，forward 也是有 R 的呀 ，back， pink， bonus， jump， 没有 jump， 嗯，除了 right 之外，还有什么说右边的？
这个想不出来了呀，它既然有 up 和 down 的话，对不对？那转向也是有 turn 嘛，对不对？也是有 r 的，也没有办法让它转方向。我直接打个 win。关键就是这个 r 键，太恶心了。要是最后告诉我，他那个小抄上面告诉我需要输入 R 的话，我就把这个作者打死。我们来想一想啊，嗯，已经知道有上和下，我们要做的是左，但是左没有，是吧？那么有上和下还有什么 above under， 但是没有，有二是不行的。哎，而且肯定也有往上走的路啊。 move 不，那么会不会就是 MVE 倒过来呢 ？EVOM 呢？我先 up 两下。啊，刚刚这个他要在处理完之后要过一会儿。天哪，这关有点花时间了。EVOM 没有，那么 back move 为什么？啊，我想写这个反向 backwards， 结果因为有 R， 所以就那个。既然有 move 的话，那只有 back 了呀，还有什么？reverse 倒车也是有 R 的呀，还不止一个 R 呢。不听，他不听。啊。没有办法按空格，也不接受多个指令。想一想啊，那么这关要接下来需要研究的就是这个左怎么办了？有 move， 那么 stop 了？没有 move evom 没有呀 ？remove 不也有啊？啊，好难。这个我还要自己再想一会儿。Control 不也有啊？啊，我就写 pause。我都要拿出小词典了。回 wind 不对呀、啊、退以退为进 retreat 也是有二的吗 move back 你信吗？如果真的是 move back 的话，我简直了，因为它没有空格的呀，对吧？根本不是。remove 也不行，Unmove 为什么我不行？我要查，我来看一下，如果是同义词的话 move 有哪些。 go 会不会是 go 呢？ go back， move progress 有啊，push 有可能 run 有啊， walk pass walk pass push leave walk pass push move push leave， 我只能想到 leave 了，真没有。
之前 Escape 也试过，有 Move。通通通，我不行了，这我真的只能看一看了。二十 flip 翻过来想想，是的，这个真的要翻过来想想。flip 真的有一个，好吧？哎，不是说了按回车键？是的，按回车键是可以快速输入。但是同时他还要做一个打勾的动作出来才行。翻过来想想，好的，那么再翻过来，不对啊，我直接重开不就行了吗？首先翻一下，然后 move 当，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当 flip move， 是的，完成了。我只是想要打个游戏而已，最后用不用这么辛苦啊？啊，虽然是一个非常简单朴素的游戏，但是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呢？好的，那么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迷之声，拜拜。毕竟按不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没有显示隐藏什么的，怎么样呀？没有呀。那这个隐藏岂不是毫无意义？尤其是第一关根本就没有，对吧？我就觉得这个游戏毫无意义。那为什么呢？选项里面奖励啊，是的，所有这个额外奖励获得的话呢，有一个这个成就栏，刺儿死100次啊，这个是所有的隐藏的小球，是的。好，那么看来的话没什么多余的东西，那么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看，我是迷之声，拜拜。多出来的竟然就在这个菜单里面，然后还被我给拿到了，是的。那么这个只剩下这个死100次才能获得中间这个和左下这个，那就没有意义了。好的，那么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你。